都是位不可多得的好演员，外貌不扬，但在演技上十分有天赋，标志性的大光头和一口金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身为影帝的他拿得出手的作品也数不胜数，最早是友情景剧鼻祖编辑部的故事，电影中的手机，非诚勿扰活着的至今都是影坛上的经典，连葛优躺在表情包界都占有一席之地。可近些年来，葛优仿佛消失在大众视野中，除了偶尔有拍戏动态之外再无其他消息，这两年作品也不多，引得众网友隔三差五的出来询问葛优是不是已退了。近日葛优终于在明星高尔夫球赛上露面，作为该项运动的忠实爱好者，葛优打起高尔夫来魅力不减，一身休闲服出镜，打球动作干脆利落，身手极好。据悉葛优近期一直陪同在妻子身边，夫妻俩到处旅游享受这难得的假期。葛优今年已61岁，事业有成，家庭生活也十分和谐，只是一直没有孩子，似乎是夫妻俩婚前商量的结果。